许你会想问，成龙，你已经70岁了，还在拼，为什么？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，就像他喝到一杯好酒一样。荧幕上观众看到的一摔一打，背后都是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摔摔打打。酒杯里入口的每一滴正宗浓香，背后是口传心授、跨越历史的千锤百炼。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，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。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，一定是你值得拥有的真挚无瑕。背后的功夫，平凡的一招一式，成就不平凡的与你相见。我为什么这么拼？是为了成就所谓的传奇吗？我不是传奇。我们中国有很多真正的传奇，其中也包括他们。当世界影坛对动作电影创作求贤若渴时，陈家班开枝散叶，人才身影遍布全球，毫无保留地分享我们多年沉淀的创作技法和经验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中国白酒行业百废待兴，泸州老窖开办酿酒培训班，化身中国白酒的黄埔军校，把祖传技艺无私地教授给了行业。陈家班的传奇是日复一日的自律和无惧伤痛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荧幕前屏气凝神的你。泸州老窖的传奇是在敬畏传承中突破创新，而这一切也是为了端起情谊用心品酌的你。人活70岁，雄心不老，一传700年，风华正茂，5000年华夏延绵，这传承百世的浪漫鸿篇，或许只有中国人才懂。我成龙70岁，新的篇章才刚刚开始，还会拼下去，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，因为你，我们平凡的坚持才有意义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，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。敬，龙的传人；敬，龙的传承。